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由我和孟泰林孟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这个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二轮的第一回合，由江苏队的主将这个芈玉婷九段对阵成都队的主将朴廷桓九段，非常精彩的一盘棋吧。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泰林，非常高兴又在午夜跟大家见面了。这盘棋还是非常的，重头戏的，可以说是的，就是说从争冠那条路上，可以说最焦点的一盘棋。对，因为芈玉婷呢，虽然说等级分目前还是下降了一些，但下降了几名呢，也没有跌出前六啊。但是朴廷桓作为韩国第一人来说，当然是希望芈玉婷能够狙击他啊。对。好，那我们就来进入棋局吧，看看这盘棋是怎么个好看法。好，好的，这盘棋是第一回合，也就是说是江苏队的主场。是朴廷桓执黑先行。对，他们两个人都是铁主将嘛。对，是的。不过这盘棋其实他们并不是在主将位置上相遇的，因为季后赛的第一轮没有主将。第二回合是有主将，第一回合是没有主将。对，对，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第二回合又相遇了。对，确实，这俩人就是三天之内下了两盘棋，但两盘棋呢都非常关键，尤其是第二盘，因为如果说第二回合4-4战平的话，就看主将是第二回合谁赢，那么那个队就赢了，就晋级到争冠的行列了。对，好，我们来看棋。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第一回合的较量。顺序是对的吗？我们就面对方向，可以是吗？对。黑棋这盘棋是二连星对白棋的二连星，然后这种连续的挂角，是就是 AI 出现之后特别常见的。比如我看 AI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的。然后在双边，然后在各种双飞暗示的定型，这看得有点眼花缭乱，就觉得对，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我都一头雾水，看着就不知道怎么办的。对。那么这盘棋，芈玉婷还是比较稳健的守了个角。是的，然后他回家了一个。对，这两个也是一个配合，就是说，我现在比较常见的一种配合，先在这边挂一下，然后再在这边一间地下。如果白棋从这边点角的话，对，如果这样，现在定式是爬的，普遍认为像是这样，黑棋局部是不错的。对，所以其实我们会，以后会越来越少见到一间地加的时候白棋去点角。那么这个就是说这边下完了不错，还是觉得它挂到这一下就不错了呢？挂到一下黑棋应该说是不会亏的。因为这边的方向是很好的。对。但就从局部来说，其实，选择白棋的人现在是逐渐的，减少。就一间加之后直接点3-3会越来越少了。对，那如果是三间高加呢？这个时候白棋点角之后，黑棋也可以下，然后选择对，是的，是搬起，也是定式。那么这两者的比较，其实，黑棋等于说在这先省了一手，先可以走更大的地方，因此觉得这样的话，黑棋局部还是不错的。是，那也就是说，白棋不太会第一时间去点这个3-3。那我们芈玉婷就换个3-3点吧。对，这不是说点那个3-3不太合适吗？就觉得不太好，所以他就往这儿点了一个。对，点这个3-3大家就比较常见了。然后黑棋长也非常稳健的下法，白棋飞。然后再双飞燕。对。现在就是都不太怕双飞燕了。对，因为大家对这个研究的也比较多了。是的。这两下交换之后，局部来说白棋是有所得，毕竟先占角还是有便宜嘛。那么双飞燕的时候，只要选择一边靠靠压出来就可以了啊。我们就可以不动脑都可以，就这个棋形就是基本上是通用的啊，就是白棋几乎任何场合都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下法。3-3搬一下之后，比较轻灵的选择在左边靠。以前可能我们最常见是虎一个，对，是早先的时候那是，对，就觉得你再冲嘛，我就长就完了，对，是这意思吧？对，对，
啊，这个事故是人为造成的，电脑都不会这么想。嗯，这电脑如果强硬一点，它可以粘上。对对，这街上是有一阵下挺多的。对，然后黑棋走在这边，尖一个或者穿一穿二都可以，然后白棋再从这边加过来，就局部要粘到了。对，那相对来说简明一点的就是靠一个，也就是实战的下法。这靠一个，接下来黑棋在这个局部，如果说接着进行的话，一般是冲吗还是单扳呢？一般来说是冲一个，单冲一个是吧？对，白棋比如说粘上，白棋一般会粘上，然后他再扳一个，对，然后白棋火啊，打一个，接住，这好像也有走的，也有不走的，对，这个粘也是非常大的，是的，一般来说走这样也是比较常见的，但走这样的话，就是说白棋从这边过来，正好面对黑棋这边。黑棋从某种角度来说有不满的心情，没错，而这种布局上的定型，像米玉婷和朴莲桓这样的高手，他们都已经轻车熟路了。是，肯定都很清楚接下来要下成什么样。对，那刚才那个变化图呢，可能黑棋觉得他不太满意。对，他们都是没下了。对，他们都是非常用功的棋手。是，这些他们几乎所有的选手都是AI 认为的第一选择，包括这个小尖，AI 认为的第一选择就是走在这里，尖在这儿是吧？对，那这张棋也是我们以前很少看到，我们以前可能会比较喜欢靠一个呀，但这样的话，无论是点角还是挖一个，局部都有破绽。是的，然后尖这个呢，就是等于说，对白棋这颗棋子保持攻击的状态，将来你不走。我们接下来看吧，就朴莲桓立刻又在这个局部马上又在这个局部多加了一手，他是搬掉了，对，把这个子，他觉得你不走嘛，既然你不走，那搬下来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对，冲挡住然后再打吃，打吃这也是局部的一个后续的下法，也是两分，对，这个定型可以说非常常见了啊，职业高手们在对局中出现的频率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然后把黑棋立刻加一下也是必要的先手，就如果将来加还是有可能加不到的，是的，他先交换一下总好的了啊，总觉得，对，这个地形我看见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得白棋不是很好。是不是觉得这里手数太多了？对，就觉得好像自己被打回去，然后脚上也被爬到，有点委屈啊。事实上，白棋这样下会非常的厚实，同时自己也有一定的实力。而黑棋这边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这盘棋以后就知道，待会下下去，你们就知道为什么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了。对，那实战后来是在二路点的嘛，对，其实也有，就哪怕最简单的三路点，就点完立下去也可以。这个局部黑棋现在是不活，你要走一手才能活。对，但你要再走成这样的话，其实黑棋自己效率也很低了。也就是说，白棋这边一旦厚了，那么就因为现在也很厚了嘛，一旦时机成熟的话，就可以对黑棋这块棋展开这种，搜刮或者欺凌吧，没错，对，就是说这样的话，黑棋右边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看起来那么好，对，所以这个局部应该说也是两分的定型，看黑棋下一手，他是飞在这里的，对，飞在这里，他是看第一感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挺神奇，怎么往这儿飞？徐老师，您不知道 AI 的一选推荐是走哪儿？走哪儿？您要是看见的话会更惊讶啊！一选推荐是尖这个。啊，这个很真实啊，会觉得很神奇，这居然是下在哪儿的？对，这条棋确实，这要是人下出来的可能会，对啊，被指责。如果说他实战的时候他这么下的话，那我肯定会更奇怪的，为什么往这儿下呢？那颗子也没吃掉啊。但是您会跑吗？不会。对，如果您不会跑，将来黑棋就一个一个扩张。这样的话，这颗棋子是没有破绽，相对来说更加坚实，没有利用的空间，不给白棋任何可操作的空间。那我现在有点明白白棋为什么接下来会那么下了。我本来都看不懂。对，所以一路之差可能就会差之千里。是的，我们实战以后会看到啊。实战是走在这里。然后白棋走这儿，对，等于说这 A B 是两个大场，黑棋选择这边呢，必然是这边就被白棋抢到了。是的，那我就在想，如果说黑棋走这边的话，选择这一带，比如说拆一个吧，
那么白棋在上方它是怎么操作的呢？它就直接打入，对，一般来说是打入这个，哦，就加出这个是吧？黑棋可能会尖这个，哦，或者跳一个，嗯，都可以。那看着还比较普通一点，对对对，感觉这种棋形还正常。是，哦，这之前我也看过人家下这个形状，好像被人家旁边靠了一下之类的，有点难受，对，有点对，就是、不是很舒服。就是这个围棋微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有的时候你吃，哎，你这是等于说牢牢的吃住，这可能是更那个、更那什么，就直接盖住你。但是这往往你吃的越紧。往往代表着你的效率可能就越低，对，而且它有很多借用，主要是对你老一个劲儿的想把它吃掉，然后它这儿弄你一下，那儿弄你一下，你很难受。是的，而这边呢，你吃的很大，就是说，或者说你其实你只是在兼顾着吃它，是的，它其实自己是可以跑的，嗯，但这种棋往往就会自己效率比较高，比如说、刚刚我们摆的这个图，黑棋就一个一个走，将来就一个一个走，你就自然死亡。对，那我这个子的效率就比这个高很多。没错，所以围棋它最难的地方也最微妙的地方，就是在于这种，嗯，哎，它就很，你很难定义说它到底在不在，是否在吃白棋，嗯，还是说它在做什么，就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状态。这步棋挺有意思的。对，这两个选点，都是它。然后这一路之差还有区别，嗯，就是我觉得这是围棋中最让人感到，有意思的地方。确实，挺有意思的。不过这个小尖呢，往回了一路之后，这边的打入就生出来了。但是呢，这黑棋尖的很，形状很，就很铁，就感觉。对，所以白棋也不太会从这边打。没错。啊，也，然后这边也没有利用。嗯。但这是尖的，我们可以说这是尖一个它的理由。嗯。那飞一个的话就更加坚固这边。对对。但这边就有点利用。嗯。哎，就是围棋它不断的在取舍、每一步棋的选点的不同，包括这有三种选择，甚至包括跳一个四种选择，每一个选点它都是在做取舍。嗯，是的。实战是走在这里。所以这个点呢就被白棋走了，现在走到这儿。嗯。对，那黑棋也是有对策的，它坚定。小尖，白棋搬了啊，虎长，这也是局部的一个长形，白棋吃回去，这也没办法，如果粘这边的话，角被搬一下，对，这个吃不消，这个太受不了了，对对对，这绝对不能被搬，所以这个只能打吃，然后他跳在上面，对，跳这个好像不是说不是最好的一手。还是可能还是逼一个更加好一点，更含蓄一些，含蓄一些。对，就是这样的话，白棋就很难去。这好像也走不动，对呀。对，但是如果白棋跟着走，那黑棋也欢迎。是啊，接下来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就长，我就一个也跟着你走。啊，你不是断的呀？断的话，上面被拍一下是吧？对，哦，这也是很微妙的地方。啊，对，有啊，补一个也很难受。对，有断不断，这个棋形就是。有裘老师肯定很熟悉了，对，就是类似于我知道、就像那个点三三完了跳一个然后被逼住，对，贴起来那个样子，对，有点像哈。对，黑棋的意思就是揪住白棋顺势走好两边，你贴我可能还要扳你呢，就是始终瞄着棋形的问题，就这个地方反而白棋会比较头疼，同时这边黑棋一旦走好了，我们再回到下边，那么这个子就真的像刚才一样，刚才黑棋所那个理想图一样自然死亡。那不就肯定是亏很多了，就白棋不能这么想。但是白棋怎么下就很头疼，所以黑棋逼这个可能是比较含蓄的，应该逼住是吧？对，那他也不肯自己补回去。对，就是，但是补也是一种选择。AI 也是说可能这个也白棋可能也只有补，补回去，那接下来黑棋怎么办呢？然后黑棋再像实战这样震一个，他觉得这步棋的位置比上面要好一些，对，他觉得这个比这个好，这个兼顾这边，而且这个是明显留着一个冲断，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直接导致了格局的不同。我们看实战，就是黑棋跳白棋猴，对，然后他再震了一个，对，这张棋是补打吃的断点嘛，也是必要的一手。然后黑棋就不肯自己粘上或者走了，因为这边还漏风了，还能拆出来，自己也没有，也不是特别厚，其实因为没有根，他就想要去先行去限制白棋，然后白棋把它冲断了，对，那这盘格局就不一样了，对，那就完全不同了，跟刚才逼在这儿相比的话，对，就是两盘棋了，是的，而这个冲断黑棋本手还是要长一个，对，如果长的话白棋
就是也挺有一点难受。我到底是打还是长呢？我觉得可能会脱心。哦，不走了是吧？对，因为确实价值也不是很大，所以白皙冲断其实也存在一个是否便宜的问题。但长始终是觉得就让白皙走到了的感觉。所以就是说，他老不想跟着人家走，好像对顶尖棋手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不愿意顺着对方的思路行棋。你走什么我就能脱先我就脱先了。对，如果跟着你走，一般都会掉进你这个预计好的这个计划里面，这不是什么好事。对，一般来说都有自己的想法和个性。所以这个地方你冲断，那我就退，是不是很没面子是吧？所以他不想退。那怎么办呢？他靠下来了。白棋搬，黑棋直接扭断，这也是这一个的后续下法之一啊。当然相对来说这个算是比较稳健的一种腾挪的一种方式。这个上面有个子之后，就四路子，大家记住上面有个子之后，这本身就有一个拖的手法。他实战他是用了靠断，这意思也差不多。这个地方他主要还是防守的姿态。对，就 是的。因为这边还是黑棋有保卫嘛。实战白棋大吃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就这样把这个子撞上，但是下面属于黑棋的，拐过来。那这个就是说黑棋这边面临问题的时候，黑棋所采取的方式不是直接去在这个局部解决问题，而是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在下面自然获得目数和根据地。那这边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对，从黑棋的角度来说，它是以这样的一种思路去解题的。但是从白棋的角度来说呢，白棋是认为我中间打一下尝一下，中间在粘住的时候，我在这一带获得了很大的价值。没错，它厚了。黑白双方等于说在这个局部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他们所最终所获得的东西是不同的。看来他们在这个局部的理解上不是很相同。对，就是黑棋就是认为下面更大，白棋认为上面更大，是当然也是一种契合的转换了。我估计双方在此都是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顶尖棋手他们就不喜欢跟着你下棋，总是要想要把这个势头扭转到自己的路子上来。对，他下成这样了现在。对，这个白棋就在这边获得很大的利益。那当然从黑棋的角度来说，就是要限制白棋，同时也是在扩张自己。因此他拆二也是继续贯彻这个是希望这个子自然死亡的一个意图。但是就是说这两个点的区别现在就要显现出来，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这个老在强调那儿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白棋立刻都动出了，那不能全算你的了吧，这个太大了。对，而且这个白棋现在这儿厚了还是不太一样。对，这不点一个体现出了老米米玉婷的一个他的棋感。我觉得这是他能力的一种体现。说实话这个不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个点。他很多地方出手我都很意料之外。对，这种地方是他天赋的一种体现。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他的招法往往是从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地方或者是出手的。对对，你觉得你根本不会往那儿想的，但是他就这么下了。 对，不按套路出牌。是的是的。那这个黑棋就实战因为这招棋瞄着冲下来嘛，所以这挡都总得挡吧。但实际上黑棋还是要贴起来是吧？就要更好一些，就是把白棋走重可能要好一些。实际上贴然后白棋一尖，这是老米他就是米玉婷他的理想图。然后这接下来可以挤进去。对，这接下来这步挤特别残酷。是，这挤一个好像有点抵挡不住的感觉。对，只能接回去。是，打吃就被冲下来了。提到打下去竖下去了，是就黑棋不行。但接哪个没说接接的，我不知道。这被挤下的时候估计要头痛很久。对，粘住的话那么就打结了，那肯定被搬进去了。这个地方是黑棋的大本营。一旦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这样的打结因为黑棋在攻击白棋的过程嘛打结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黑棋要走外面的话，比如这加一刀被白棋打结，对，现在黑棋提结，白棋在上面比如找个结提回来。这个地方一旦被白棋提了，黑棋大本营等于没有了。没错，而且还有厚薄问题，外面这个目数白棋可能比黑的还要多。
那当初这个后的这边后就有关系，你现在找劫材很困难。对啊，我能看到的这个劫，而且还损了。对，那白棋粘了扑，反正白棋劫肯定比黑棋多。他这儿有劫材啊，我这边也有劫材。嗯，这很麻烦，确实。就这个挤特别特别头疼。嗯，但你要粘上的话，又被便宜了。对啊，那粘在这儿也不是。对，所以被尖顶到这儿的时候，黑棋确实很难办。嗯，但黑棋。但我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像实战这样走、啊、不能沾上是吧？邱老师，您觉得您我不知道，就是您觉得他飞这个，如果说我预想到他会尖的话，我可能在挡之前我会做一些筹划，就是谋划，对，或者是贴起来，或者是想想别的办法。哎，对，因为你眼见着他有尖，你就不知道怎么硬了的时候，是的，那你从前面一步，你就要追究前面的问题了。对。那你走到这儿，确实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对，这个显然是朴廷桓想好了，挡了之后他就准备接了。嗯，但这两项毫无疑问，白棋很舒服。嗯，是的。嗯，因为走完之后，这个子的活力就大增。嗯，各种手段都可以，而是电脑推荐的一选是脱先。黑棋啊？白棋。白棋脱先了，对，白棋太过分了，这简直是让我有点忍无可忍。先把人搬了再说，你就便宜了。我天哪，这就这个、就哥，反正你吃不掉是吧？也不是，你吃小给你吃，但吃大了就不行是吧？对，因为这两下我已经起到了限制你的作用。嗯，你如果没有这两下，那黑棋要再吃的话，肯定是往上吃。对，他要吃大了。对，但是有了这两下，现在黑棋怎么吃？可能只能因为白棋的眼位空间很大嘛，可能只有这么吃。这么吃能吃得掉也行啊，这能吃得掉吗？问题在于，陈老师小腹肌的心态啊。如果走到这儿吃的话，我觉得肯定是不太敢。对，这能吃得掉吗？那样吃不掉，这个毛病太多了。是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两下从白棋跑啊，我就这个脱先，那当然是。和人不一定下得出来了，嗯，但是从这个思路来看，如果一旦就是白棋要么选择脱先，嗯，要么选择在这边走，这两下其实已经都明显的获得了便宜。我明白了。 就是说他认为这步扳还是很大，那边便宜到之后把这个扳赶紧抢了就行了是吧？意思就是这样呗。对，他觉得扳这个厚薄整体，嗯，包括也对这边有影响。他觉得扳这种价值要比这种手脚什么都要大的。对，这个扳确实很大。是的，确实很大。但是他如果不扳的话，黑棋是下什么的呢？黑棋就退回来呗，就把这个退回来。嗯，啊，是这样下的。然后这边长，这边走，然后连带着目数的关系，等等。确实是挺大，包括，很大。您可以看到搬完之后，这搬两下，这小这马上又要他命了，感觉对，有点问题还行。总之这两下，我觉得确实是，黑棋非常的不可。朴廷桓下的非常稳健。对，是的。但白棋是很舒服，而实战这个棋就是老米立刻兑现了这个地方的味道。我们刚才孟老师他一直强调要小尖，如果小尖的话。那么这些你这个敢不走那我肯定吃到这儿了，这没什么可想的了。是的，这确实，那这白棋只能往上跳，而且这边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对对对对，是的，所以这还是有差别。对，那现在就白棋会操作。但实战操作便不便宜倒是一个问题。他操作的让我很吃惊，也是。对，本来是靠完了之后呢，他搬了这个，然后黑棋一打，然后他从二路打了，这我看的都很吃惊，是的，就是非常俗的，就看着这招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好像。对，他的意图也很直白。是的，就是，反正我就要从底下活了呗。对，活。其实后来想想，他这个招法还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好不好的，另说。是，不过他真的就不怕黑棋打劫。这也挺厉害，我不知道。对，黑棋其实这时候有，算是有两种打劫的方法，一种是直接断。直接断呢，当然白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拐，一种是打直。对，打直的话，黑棋就可以二路贴打。然后小贴打的。对，这个就用这一个劫材是吧？对。然后就把它抓回来。对，因为这个劫白棋就是说，黑棋白棋打赢了，黑棋损失也没有那么大。
主要问题是他不能尝，尝了他粘上了。对，对，所以白棋有可能就只有拐吃，然后黑棋总是这样，把这个边吃掉，白棋最好可能是跳二路最好。啊，跳二路是。这个还有拖的味道。就是这种，确实都是。是很有味道。是，本来如果让我摆的话，我肯定跳在三路，我不会跳到二路去的。对，但就这个主要是黑棋立刻拖你，真的很难受。细细想一下，确实是这么回事。是真的很难受。就被他拖一个，我要走哪儿？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图。但是呢，黑棋又有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就是先搬，也就是实战。对，搬完之后立刻再搬这个。啊，那这一个劫就，对、啊，这一个劫就，这是，也是够狠的，不要再扑一，是，其实所以说白棋所担的风险可以说是非常大的，那白棋是不是可以找到劫材呢？如果这样的话，他搬这个吗？这个你肯定搬是随便搁两个是吧？对，我说搁哪儿的问题，对，搁哪儿的问题，怎么搁好一点，不知道。反正您先看一眼这边吧，您先看一眼这边什么样。这边有点惨，这边已经全死进去了。就我这就算是这么割两个，好像也不是那么想象中那么厉害。对，关键这我要是真的对啊，还是要跑的。对，尝出来又怎样了？这边已经成这样了。所以其实白棋担了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两条路黑棋都可以走。对，但是他有点患得患失，他没有出手，好像。是的。那么。这棋呢，就是说刚才给大家是看到这儿，好，对，下到这儿的时候，这棋呢，刚才孟老师给大家建议呢，说你可以直接开劫啊，直接开劫，利用这一枚劫材就把它打了，然后把它踢掉。但是呢，朴廷桓实战他没有这么选，他是怎么选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留点悬念，好，一会儿见。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二轮第一回合由米玉婷对阵朴廷桓，是朴廷桓执黑。刚才呢和孟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现在下成这样了，然后轮到黑棋下，敢不敢直接开劫啊？这是个疑问。对，这实在朴廷桓他没敢。没敢。朴廷桓现在有担心了，因为他觉得一旦这样开劫的话，他发现一个问题，对，白棋可能会消劫。是的，如果你把这个抓了，我就再吃一个。那边算是有点惨重。对，然后这脚还没吃掉。他虎一个还有活棋。对，关键这边太损了，可这边这全没了。他搬完一下之后，他突然间意识到这棋好像我不是特别好弄，所以他并没有在这个局部选择开劫的变化。也就是说他。在之前的搬这个，其实他错过了一个开劫的机会。就是先断你刚才摆的那个变化是吧？对，搬这个再吃这个，再铺这个，这个时候白棋两难。对，提掉的话是被提回来，这边还是要被提。对。那如果粘住黑棋先提，你吃我再把这挡回来，这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等于说黑棋没有那么损。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他错过了一个机会，错过机会之后，他发现这个棋我没有那么容易在这局部开劫了，怎么办呢？我们回想一下刚才黑棋是怎么解题的，这也就是朴廷桓他的一种他一种喜欢的方式，他的解题方式都不是说在这个局部我就直接解，并不是这样。他喜欢一种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去解决。这个时候黑棋的下一手在这里点脚。这让人很难以预料，我觉得这步棋就看起来。对。你能想得到吧，他这个时候这人家二路搬一个的时候，这边这么都脱不开手的。对。所以就是说黑棋这感觉很奇怪哈。对。但搬一下也就是说让你这个地方不好补了。但是黑棋确实也是错过了一个开劫的机会。对。就下成这样了。很有意思，这个地方就是看起来这么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两个人都搁置了都不走。在这儿。对。就非常的微妙，就是。那我们从白棋的角度来说，我们白棋应该怎么去补这个棋呢？
他我也不知道怎么补。如果要补的话，按理说他是要回打一个的。对，那回打这个，这打好像也不是很有必要，那就单打吧。嗯，单打，比如说要不我将来我就搬了粘上，嗯，就这个意思嘛。那好像这步棋又废了，就感觉。啊，就相对来说，如果黑棋自己走的话，那白棋不会在这吃。是啊，白棋可能会飞一下这个。没错，嗯。啊，就是这棋。其实好像都很奇怪，这个感觉。没错，然后白棋也不走了，白棋也不走，两边都处于脱先的状态，他先攻你。对，白棋这张棋，但白棋其实也是面临这个局部如何解题的一个方式。如果从这边搬，那是进攻黑棋，但进攻黑棋这边本身价值不大。嗯。可是如果从这边拐，那黑棋就虎，走成这样之后，假设白棋自己拆一个。嗯。这边就比那我至少我可以吃了下，吃到你这边总可以吧？嗯，我这边已经把你脚给套掉了。对，所以白棋也是面临一个解题的方式，也就是说朴廷桓他的解题方式是一个用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我先不处理，我先冷处理，没错。然后这边我看你的态度，最终来决定我的态度。那白棋也是一样，白棋的态度关键是白棋这一边只要兑现态度之后，这边也自己立刻要走。所以白棋也面临这个问题，怎么办？吕云霆这时候他也采用了一种迂回的方式。嗯，我觉得他们的思路真的是得弯呀、啊、弯呀、啊、弯，得弯很多个。是的，是的，是的，弯弯绕绕的绕好多下，因为你这脚一旦被点掉，那么最眼见的问题就是人家会打了打下去。是的。嗯，对。所以说你怎么选？对，你怎么选？嗯，啊。那相对来说，这种解题方式比较温柔一些，就是没有说激烈的战斗。但这个老米虽然他也是迂回的解题方式，但是他这场棋就特别激烈了。是的，因为黑棋虎，然后他搬了一下，搬的时候黑棋必然会虎上面。啊，你总不可能虎下去被人家打一下吧？然后他长，这无可避免了。对，就是说白棋的解题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先被。自己先走三个二路，对，然后呢，不是海底捞也捞上来，而是直接把你给断了，嗯，完全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他棋好激烈，真的是，对，特别激烈。如果说力量挡不住的话，可能一个局部下来就已经被他搞定了。嗯，对，你应该跟他下过棋吧，孟老师？下过。今年联赛跟朴廷桓和米玉婷都下了。嗯嗯。战绩如何？还不错吧？赢了雨婷，输了朴廷桓。看来你对于他的风格比较适应，是吧？倒也，就是可能运气，也就是每盘棋都有运气。嗯，就是雨婷，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被他给对一个局部可能就被搞定了。但同时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他的棋风也会出现一定的破绽，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抓住。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关键你看你站不站得赢他，对，是吧？没错，没错。大吃。对，那么实战他这个风格就是怎么说呢？置之死地而后生嘛。说实话，这个也是需要非常大的。没错，没错，我觉得一般人是不敢这么下的。说真的，对，因为像这样这四个字已经死了，因为先手死了。对呀，对呀。那他为了什么呢？而且我目前为止看不出来这四个字，虽然说有五口气，你外面的借用在哪里我都看不到。嗯。所以说还要下 N 手之后才能。对，先走这样之后他再搬下来。嗯。他的目的是在这个局部，他还是围绕这个局部解题。嗯，因为这样的话，这边有牵制，黑棋的脚不是那么好活了。太深远了，我觉得。对，但是他先送死四个弟兄，为了两条鱼，值得吗？对，这是个问题啊。嗯，实战下成这样先。是，然后他挡了一个，加了一个，加了一个。然后朴廷桓的解题思路也，就是。也挺有意思，他就把这下卖掉，因为他可能觉得这边我吃掉四位已经非常不错了。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这个唬住。对，那这边等于说反正你一手棋也吃不掉我嘛，不能净吃我。对，我这边先把自己走后，只要去把你这个地方我是把你吃掉的，就是说黑棋就可以下。然后白棋立，但其实大家都错过了这个拐才是要的。他这虎了一下。对，白棋立，黑棋尖这个。哦，他是尖的，是这样的。这等于交换了一下，然后再从这边贴过来。像这样，双方就是
反正这个题都已经做完了，就是结果的问题。是的，嗯，结果反正有对有错。嗯，这个老师要批卷的话，这也真是很难批，这真的好难。这白棋现在要补一个，把这个角吃了吗？嗯，如果白棋吃了，我们看一眼。如果白棋吃了，假如说吃了，对，相当于什么呢？嗯，相当于这个局部是这样的。我白棋拿掉四手，黑棋拿掉三手，是这样一个，这个就效率比较正常。对，很普通。对，你在这个局部等于说多补了一手棋，等于说补在这儿了。嗯。然后我在这里边损了三下，对吧？这跟刚实战的形状是一样的。如果白棋补在这儿的话，嗯，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效率，也黑棋也不是说一定不能接受。也不是特别损，他就是那下也损了一下。对，但是你毕竟多补了一手棋。嗯，哦，多了一手在里面。是的，你多补一手，你额外获得一点也是正常的。对，应该的。对，这个棋形也算比较正常。嗯，那这边呢？请问这边怎么过？这边白棋这四个怎么拿？嗯，等于说至少白送两个子吧。是的。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话，那毫无疑问，白棋这个结果是不能接受。而且这个还有个问题，这底下有个点呢。对，还有一个死活问题。哦，这个地方还是有打劫的。是的，这也是为什么黑棋要尖的原因。嗯，没错，是的。嗯，他没活干净，所以说一旦那边有个劫的话，这外边的厚薄就很重要了，因为这关系到劫财的问题啊。是，如果他贴出来，你这三个子，你不能把这四个子有效的利用起来的话，那前面不亏多了吗？对。嗯，所以这个结果其实是，虽然。白棋解决了这个地方的问题，但实际上由于这边损失实在太大了，所以其实白棋是不能接受的。这时候应该说黑棋建立了一定的优势。是。他是走的这个。接下来白棋走这边。这张棋当然也很大了。对，这毫无疑问谁不大棋。对，但这边立刻就出现了打劫，啊，脚上出现打劫的棋形。我发现芈昱婷好像当初柯洁就是特别厉害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对于劫就是反正最好是能有劫，反正只要自己打劫，我就觉得他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等着你。有各种的找劫，然后有各种的把局面搅乱的，你显然被他搞得头都大，就那种感觉。可能这也是他们实力的体现吧，我想。对，他们就是说希望能把局面导入那种复杂化，没错，然后绕逻辑。对，各种，因为打劫就会涉及到各种转换的问题。是的，是的，他们比较喜欢这样。年轻棋手一般确实是比较喜欢复杂的。但这个地方对于黑棋来说，黑棋可以认为这个劫是白来的，因为本来就是白棋的地方。对啊，把力倒一下。就是说，只不过铺劫之后呢，一旦打输了就被白棋全提起来了。就是比直接补一个会厚很多，是吧？对。但是就是说这个地方，那你得打赢这个劫才行。是的，他就先爬了一个吧。对，但是就是很奇怪，真的很奇怪。这个是死四个还不行，还要多死一个是吧？还我是觉得他这属于找劫财吗？因为这个如果说你不硬的话，我不爬了一粒就活了吗？是的。可是白棋难道马上就要在这个对做活是吧？盘完就像熊老师刚才说的，盘完一拐，然后再一立，我一跳，你再走这个。目前如果说假如说这样的话，对，就算他提个劫。如果说黑棋这边已经出头了的话，那出头我这个活棋那就见小了。如果那肯定是在你，就我就说你提劫的情况下，不是，那就直接紧气把黑棋紧死了。好吧，那就不需要了，是吧？对，但是黑棋一旦出头，就是白棋留下了一个做活，那怎么做活呢？左右拱拱拱，对，像一条蠕虫一样拱活。但事实上这个结果是太委屈了，白棋这是下策，明显是下策嘛。就是说，只能是在你单纯的做活肯定是没什么意思。对，就是一切都尘埃已经落定之后，对方有威胁的情况下，你这做活还是挺有用的。对，对，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必须要把这个劫打赢，否则这块棋就已经对，是的，不太对了。这外面棋筋肯定不能死的。对，所以白棋在往里爬，就是等于说不断的在在这里面送。看起来他的棋也挺极端的，有的时候。是啊，这个棋一看这白棋太
太奇怪了，就不讲，有点不讲道理了，我觉得，确实，实战就是这个样子，你这个三个字必须要救一下。嗯，很尖也很奇怪，不是双人走。是、啊，这我都觉得很神奇，他们下的走、对，反正基本上都是，我猜下一步肯定是猜不到的，就是那种感觉。对，这部戏您可能还是好吧，提个姐。对，然后实战是去找杰了，很奇怪，他是搬了一个。对，实际上对。实际上此时的要点已经不是在这个节上，因为白戏算打赢只不过是补的基础上又好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你在这已经又送了一个了，也就是说黑棋就是简单的在外面靠一个，假设你消解我再尝一个，假设你提掉我再尝一个，下成这样这白戏已经又亏飞了，对中府的掌控啊各方面的，就这棋其实白戏已经完全不对了，思路完全都是乱的。对，其实黑棋完全有更简明的下法、但是朴廷桓想要继续的扩大战果，他走这个，对，先搬一个找劫，这搬没办法，否则是搂一个黑白棋自己都有问题。他这个搂一下呢，你如果不肯接这一下，你待会可能爬不到，我觉得他们可能跟那个有关系。这三个反正还是得接，但接完之后这一块也是有对是有两位的问题、那如果说先让黑棋动手先攻你的话，那你这个四个字一会儿就死掉了。对，那实战白棋还得硬挡住，然后他提劫接，然后白棋找劫，白棋刺了一个，黑棋粘上，提劫，黑棋是在这拖了一个，对，是的，拖一下，然后提劫，这时候白棋没劫了，对你说，下好没办法，只好走到跳了。其实黑棋之前完全是可以靠的，实战就是跳了一个，没错，然后黑棋挡，对吧？对，提劫，然后黑棋点了一个，点这个，点还是铺的，他是铺的，他是铺的，他先铺的，提掉。然后提劫，白棋点这个，就大家开始找劫。这几个劫其实，大家都有点损，但是也都还好，算是就交换掉吧。然后黑棋点这个，朴廷桓的行棋意图是说，走成这样之后呢，你就没有明显的劫材了。所以我一门心把这个劫打赢，这是黑棋的目的。尽管他错过中间的要点。那白棋呢，发现打不赢劫，那只好回到中间跳。无意中占据了中间的要点，这被逼的是吧？不是他想的，想下成这样的。对，如果说他刚才想下的话，他黑棋尖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跳了。对，他就不需要在那个劫打。其实那个劫没有多大，是，并不是那么重要。是的。那这个时候呢？那这时候实在没劫了，是，就只能往里靠。是不是已经很死了？很死了。然后把黑棋搬了一个提劫。关键黑棋就是说打连环劫的意思嘛，他白棋还提劫，那黑棋就提了，很有意思下的。对，那白棋的意图是想要退掉这一下，然后再输。他提，但黑棋反击，白棋冲了。这个时候一旦让黑棋这么过来的话，那白棋肯定不行了，因为这样的话，假设黑棋从这边联络，白棋外面被分断，里边也不用收气，那就真的是干损。对。那如果是干死的话，损失太惨重。所以，然后这边还是在咬乳结的状态，所以白棋必须要把这个头给按住。他这里必须要按住，对，得想点办法。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把黑棋只需要简单的打吃，再贴，这些黑棋是不太可能输出去的，长就粘上，我就一个一个走。就把自己全部断开，然后你这两层剑河这边已经是就是带着白棋自己的一个打劫活了，没错。然后这两个棋。你就打就行了，这棋其实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这不很清楚吗？就觉得是啊，是很清楚。但是实战不是这样下的，为什么他们下的时候怎么感觉不是那么清楚呢？好像对，我这一代后来的下法我不能理解，就是黑棋实战去提这个劫，然后白棋长了，白棋终于就被迫的找到了要点，又被迫的长了过来，因为他实在是一下子打也打不赢了，对对，因为长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消劫，这劫就只是变成了一个黑棋的死活问题了，那就是说现在的焦点是围绕这一块，而这时候黑棋提完之后骑虎难下，就
你要不开节，那你干嘛要提？对啊，对吧？那肯定得这接着走啊。那这是一个逻辑，那就开吧，我们来看实战吧。这下的这节俭人损的，先贴一个啊，这个别提了，还算好的。嗯，就平林环的意思是我能打赢这个节。他关键是他打赢了，他能怎样啊？对啊，虽然说他打赢了吧，他好像没看，好像没有注意这个搬运是节、嗯，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然后被提回来之后，然后又搬一个，哎天哪，这他损了两下。然后粘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棋好像也不能不应，不应的话，这一搬这边已经全死了。是啊。然后那只好读过，嗯，还是白棋一提，然后他就不会了。我知道，我明白。现在黑棋是真的不知道该走什么。嗯，我觉得我让黑棋，我现在都已经懵了。但我觉得我实战，你肯定不会这么下的是吧？对，嗯，那黑棋这一代他想获得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嗯，全提起来的感觉。对对。那实战呢？我们来看，他现在这个地方粘了一下，因为没结了嘛，嗯。粘一下已经痛不欲生了。本来你这个是可以粘出来的。是的。这里是可以跑掉的，然后你这已经损的。就是已经中间已经没法看了。对呀，提掉啊。然后消节的时候，等于说自己在这走了一个单关，啊，这个节的价值已经无形中缩小了好多了。是，然后跟人家一扑，这白棋的节找的，他这还好多节，就根本不用想，又不损，对呀，又特别爽。那黑棋怎么办呢？黑棋行，那我都粘这个，我干脆我再粘一个。我觉得这两个节找完，棋简直下的。就这盘棋无论输赢，这已经心情恶劣的不行了，就太恶劣了，实在是的。嗯，粘这个之后再提劫，然后白棋把这个尖出来。那我怎么也得先拐他一下吧？对，怎么着？这时候黑棋也得想办法先中府走再说。是啊，那没办法。但是实战平的话就提，白棋一尖他再提。我天，这简直是想成这样。就黑棋的预想图是。这样把这两个子拿掉还差不多，就白棋这个跟这个都是白下的。对，这是预想图。这样本来你如果粘上尖出来嘛，啊，也就算了，我还能接受点。对，现在先这儿放一个，在这儿放一个，这已经损的这尖是不知道去哪儿了。对，这是暴损，这本来接上了。是的，本来这跟结都还是很跟后边关系还是很大。对啊，现在等于说黑棋后手在这边得到了实木棋，白棋已经活了，中间得到的已经远远不止十目棋了。嗯，白棋最终先生到这提回来，啊，他是吃这个，他觉得已经可以了，已经够了。然后他就连提都不提了，因为劫已经不大了，嗯。然后把这个赶紧跳了。对，他是先飞两下，先飞了两下，嗯，飞了顶收官。因为白棋已经把所有的包袱都卸掉了，并且中间获得了巨大的价值。那黑棋最终只是获得了十目棋，白棋连劫都不提。这一代这个黑棋下的真是太，这节如果说能预料到后来会下成这样的话，我觉得朴廷桓一开始这是不会这么下的。对，是的。这怎么能下成这样？真是。对，关键是这两步棋真的，有点辣眼睛是吧？看着。对，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是团队比赛，毕竟围甲联赛呢，对，季后赛每一轮都是关系到。所在的队伍能否晋级到下一轮？是的，这个还是跟个人比赛还是有所不同。嗯，然后他这个地方也是错误的判断了形势，他认为我可以打赢，但没想到那个搬完粘都是劫，然后，他陷入了两难，然后他就崩盘了，他就只能走出这两步。就是说，这个地方枪法后来是枪法已经就全就乱了，对，完全是不对了。对，像这样的时候，就是从一个黑棋其实可以简明获胜的一个局面，变成白棋已经简明获胜了。嗯，这挺神奇的，就感觉像他们这样的水平，就是这样的颠覆不太容易的。嗯，对。虽然说当然是也有了，毫无疑问是有的，但是对战略上不太容易这样。对，就是你看错了或者是怎么样，倒是有可能。是的。像这种就是明显是战略上的错误，思维上的一种失误。对，你如果说很清晰的话，你根本就不会这么下啊，没有必要。我们接下来再看几步吧，看看怎么下的。接下来黑棋小尖，白棋跳黑棋小尖，白棋跳的原因就是二路小尖。是的，他就想小尖先扣他这一下。对，因为白棋全都厚了，这是白棋的天下了已经。
然后你什么也不敢干，只能缩回去。对，这个地方白黑棋要么就一路接着开解，开完自己全要死。是啊，所以那就，但是不行嘛，就只有这样想。对啊，然后糊了一个，然后白棋糊在这边。这张棋就是，我看你走什么。嗯，你要拐我就顺势拐出来，对，然后你还没活，你这拐两下你是跑了，然后这儿还有个几段，这都是碎碎的，都不知道怎么连。对，嗯，那就干脆黑棋就先提，提了一个，然后他就压住，我就提，嗯，就你不走我再粘上，你还是没活。对，很委屈的又提掉了，好歹把自己做活了。简直怎么那么悲惨呢，我都觉得黑棋下的。对，黑棋刚才我们摆一个变化图，从这边打了贴过来之后，就是全局全后，是啊，这个地方劫，这个地方劫，都是带着白棋命的劫。嗯，外面全是黑棋，嗯，就是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黑棋手里，嗯，现在呢黑棋这个地方一块儿，这一块儿是也花了两手棋啊，嗯，这地方也被搓到了，嗯，所有地方都是变成了白棋主动，嗯，然后要把这个挤断，再把这个挤断，这个简直是惨不忍睹下的。下成这样，这盘棋后面应该说就精华已尽了。嗯，对，他后面的他主要是白棋中间太厚了，对，掌摸的潜力很大。对，通算一下战场，等于说黑棋最终就本来是白棋送死五个，嗯，黑棋我们刚才只摆过一个变化图，就是把中间靠死。嗯，那就是这全都是木啊。现在是你全都要收回去的，嗯，你就是你要收气收回去的，没错。白棋原本这个角吃掉的时候，大概是一个十六目，十点到这儿最多十七目的一个状态，嗯，不算收气。现在中间，我觉得价值都不止十七目了。对，他这个随便围一个，如果你不走的话，我就在这儿跳一个，嗯，这不都这全是木吗？全是木，全都是木。对，这也暴死了，这也飞到了，这一块棋也都跑出去了。然后他后来是爬完了，他把这个还先手提到了。提的时候黑棋还能直奥。然后待会儿尖起来，然后从这边又把人收了，竟然惨不忍睹。对，这盘棋下了，我觉得黑棋心情不太好。对，就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问题。没错，没错，他是的，错估了劫材的一个数量，可以说。导致了这盘棋的败局。嗯，我觉得呢，这盘棋总体来说呢，就是黑棋前面的这地方一个小飞和小尖的差别，大家可以好好体会一下。嗯，后来呢，白棋这个，哎，这种，怎么说呢，很刚强的下法，虽然说不值得推荐，但是我觉得，确实，很厉害。那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就是知白的闵昱婷是中盘胜了朴廷桓。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讲解就到这里，再见。